你好，我波神，今天我干掉了我的前任。你别说替补出战，不管是护框还是拉开空间投篮，感觉来得很快。别忘了，在你们成为独角兽之前，我已经是独角兽了。很遗憾没能在独行侠成功，原因很多吧，但是我跟卢卡是 OK 的。前两天有个叫钱德勒帕森斯的人说卢卡不爱和我打球，我说你钱得了还管这么多。西决的比赛我们看了，我们很清楚防不住卢卡的，那就掐断他和其他人的联系。他只有一次助攻，我想我们防得还不错，不过我们依然没防住他得分。欧文在漫天嘘声下失准了，前任嘛，压力总会比较大的。我都在想去达拉斯他们会怎么对待我，很多人质疑我的身体状况，所以这笔交易当初也不被看好，就像凯尔特人这个赛季一样。我知道很多人也看不上塔图姆，但他是球队实现错防的重要一环，你换个别人试试，他今天表现的确实不够好，可我们是个团队。你看拿完 MVP 的杰伦，攻防两端，我听说大洋彼岸广东队的总经理夏季联赛时候想选他，别说你眼光真不错。霍福德看似被军训，但38岁的内线老将腿脚真不慢。霍勒迪和怀特，瞎眼可见的好球员。也许你可以今天赖欧文，但有没有可能我们真的准备很充分？当然还可以赖郭艾伦，因为他赛前太能说了。面对科比布莱特的防守，抢七大战。